你好，我是金工工，这边是一个电梯楼二楼的 studio room，三班两厅一个的，我们这边当中最好的房子，保证金1000万，租金130万，一个包括网络管理费6万，咋一个一个看一下，非常干净的，非常好的房子，咋一个一个看一下，这里一个书桌，还有一个冰箱，然后这里一个水池，然后一个洗衣机，看到了吗？洗衣机，还有这边的仓库，哇，房子超级大，房型都很好，一二三这种房型都很好，很高档的房子，就是130万管理费6万，很值得，绝对没问题，不贵的。还有这个房子看一下，一个房子这样，床这个房子大，然后还有一个大房，很漂亮的，还有一个，然后就看一下。这里一个也是床，一个房子有空调，空调在这里，空调一个房子有空调，那么还有一个房子，卫生间，卫生间怎么样？看一下卫生间，卫生间里面一个卫生间很大吧，一个洗脸台、马桶，还有水池龙头，都卫生间还可以，还有仓库，那么还有一个啊，第二个空调也有的，第二个房子也有空调，房子很大很大，这还有阳台有的，阳台。阳台上进去看一下，哦，阳台很大，然后阳台上面有洗衣机，洗衣机这边有，阳台洗衣机这边有，1130万的房子，这就一个，还有一个房子，空调在哪里？再确认一下，空调，这个是鞋柜的，鞋柜很大很大的鞋柜，就是客厅，客厅很漂亮吧？在鞋柜，还有一个房子，空调我要确认一下，有没有确认一下空调？啊，这个。三个房都有空调，所以这个挺好的，还有很干净的电梯，位置非常好，位置是就是位置很好的位置，就快点过来搞定，这个房子绝对挺不错的。还有密码锁，电梯楼密码锁，再看一下这吧，电梯楼密码锁吧，所以还有网络也有网络，包括是网络，就你这次承担属于煤气还有电费，就这次承担。什么都网络是很高的，很网速很好的有的，我是金工，快点过来搞定。